衣服了。哦，不用这么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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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手帮忙治疗，帮忙治疗吧。我看着就是你受不了，你能不能把我拉伸一下？看看怎么个事儿。我觉得这个开场动画可能不如那个我上次玩的那个，现在就这么感觉，看起来的话，这个还不错哎。第一眼就有感觉的就是这个。我好像有点想改主意了，改主意了，直接开始。别水了，来陪我玩吗？玩什么玩？不要影响我学习。那还有老外啊！别烦，来吃早餐了。将光标拖至于绿色圆环。可正确点击圆环处光圈，缩至绿色圆环。不要影响我学习。林凡，你帮我拉伸一下。拉什么拉？林凡，要不要洗澡啊？洗什么洗啊？不要影响我学习。林凡，太冷了，快把外套披上。穿什么穿？不要影响我学习。林凡，带我做个风吧。都什么都，不要影响我学习。不，这开头我觉得有点尬呀，这开头。看看吧，看看是什么啊，做梦啊，那没事了。都怪女校还学习，学个屁呀。不对。我得把它捡起来。高等数学就像爱呀，静静的抚摸的，也还是有用的。对不起，不要怪我。女校。哎，林雅。林凡，早上好啊。你怎么从校外进来？大一女生宿舍不是在校内吗？只有我一个男生住在校外啊。我去吃早餐啦。啊？我。你不对劲儿啊。啊。这是什么？只是给你买的早餐，总行了吧？啊，那谢谢啦。哎，林凡，这是我的早餐，不是给我的吗？哼！哎，你等等我呀！林雅，坐这边啊。不用了，我坐这儿就行。哎呀，你不用管他，他就是这样的，很神秘的，总是独来独往的。你怎么不坐前排啊？
他们都不喜欢我，我干嘛要自讨没趣啊？为什么不喜欢你啊？谁知道呢？女生要讨厌一个人的原因很简单的。Good morning, girls. Good morning, teacher. 终于下课了，哎呀，哎，稍等一下。嗯。一会儿是语文课吗？你不知道吗？被体育老师给占了。啊？那我们去换衣服吧。你先去吧。好吧。哎，林凡，嗯，一会儿体育课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啊？什么忙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啊，这个随便选，来来来，没不影响我做结局的吧？大家现在原地拉伸一下哈，把身体活动开。老师，那男生干嘛啊？你到那边玩去，别影响女生锻炼啊。来，啊，动起来，动起来。哎，体育课上成了观赏课。哎，下课去图书馆吗？今天不去，我要去看创造营666的直播，给令打气呢。我觉得练不如玩呢。林凡，嗯，我有几个动作自己做不了，你能不能帮我拉伸一下？都别拿我上体育课，拉伸我上场。看看你要干嘛？拉伸啊，我不会，要不你找找其他同学。没事，那算了。我要去哭墙一趟，你帮我分散一下老师注意力。哭墙是什么东西啊？直接制造混乱。得嘞，看我的吧。干啥呢？不让拉伸吗？来来来，同学们都过来，老师有个好东西要拿出来给大家看。什么好东西啊？啥？难道是那个？啊，老师不会这么低级吧？啥？有可能哦。听说啊，他最近和语文老师分手了。同学们，机会来了，他分手了。哎，林凡，你别胡说八道啊！你胡说八道啥了？哎，哎，林阳，林阳，你去哪儿啊？林阳，哎，林雅这是要去干嘛呀？不知道干嘛呀？你这要去哪儿啊？我有急事要冲后堂，走校门不就行了吗？不行，走校门要登记的。为什么不能登记啊？哎，没事，有需要帮忙的吗？你踩我手上，我推你吧。能行吗？谁逆天？这个脚都故意的。啊，来，走你。嗯。变了。这发卡是你的吗？啊，你帮我收着吧。嚯，厉害啊！音乐社看着不错。哎，就是他。啊，你们俩在这说什么呢？今天好像收完招新了。是吗？在哪儿？就在音乐角那块。哦，那我得去看看。哇，这就是我们学校唯一的男生啊！我这个一二三四是随便找的东西吗？咱随便去一个吧。同学们，你们难道不想加入豪门吗？难道不想过上优雅高品质的生活吗？难道不想知道如何花最少的钱就拥有上流社会的气质吗？你们继续。等等，同学，想必你听到这儿一定会被吸引的吧。作为我们高级的社团，我们坚决抵制性别、种族和地域的歧视。哦，这是加入社团是吧？这是加入社团 啊, 啊, 啊，不是不是，学姐你误会了。你不必着急掩饰，我都懂的。你懂什么了？来，这本书给你，相信你看完这本书之后一定能激发出内心最真实的自己，加油。哦，我是不是不该来这儿啊？来了来了，
您领一个吧。啊？卫生巾？哦，好吧。哦，去领东西了，现在去。啊，你好，我想。哎呀，你自己随便看看吧。今天创造营666活动我已经错过了，要赶紧回去看重播。拜拜。你们这社团也太随便了吧。那糖呗。随便看看。那这糖是不是也可以随便拿呀？嗯，那就随便少拿点吧。哇，这个练的打靠板啊，貌似华子喜欢的，那我可得给我好兄弟烧一个。没啥了，我估计是没啥了。偷拍，这不是有个小偷拍？这后面有个人，好猥琐。温染，林凡，你也来参加烘焙社吗？这好像不太适合我吧。怎么会，男生要是会烘焙的话会很加分呢。是吗？去去，不收，男生会烘焙了就容易别扎，我前男友就是。那没办法了，不过不会让你白跑一趟的。那我亲手做的。是吗？你还有这手艺啊？你可是第一个收到他的男生。嗯，那我会好好珍惜他的。还是再看看其他社团吧。同学，同学，看一下吧。同学，冒险社，同学请留步。你和探险社有缘。这位外国同学，这上古时期的搭讪套路，你是从哪儿学来的？我叫妮可，你也喜欢看历史吗？我只喜欢《封神榜》了。啊，再见啊。林凡，啊，不要离开我。在干嘛？你这是多想让我入社呀？没办法，凑不够两人的话，社团就没法成立。而且探险社真的很有趣的，还有很多福利。福利？那我有点感兴趣了。嗯，讲。哎，关于福利的事儿，请展开说说。你知道什么是 Wingman 吗？我会帮你追女孩子的。Wingman 不是小帮手吗？够吗？够了够了。走，我带你去看一个小圆传说。华大其实有很多校园传说，比如这堵墙。这堵墙？其实它的全名叫苦气的墙壁，背后有很多悲惨的故事。你看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据说每一次发生惨剧就会多一笔。他怎么又回来了？哎，你小心。没事吧？哦，对不起，没抱稳。骨气的墙壁，名不虚传。You see， 快快起来！哎呀，谢谢。实在对不起啊。有点意思。校医室到了。怎么办？医生人不在啊。我的腿好痛。当助手，帮忙治疗，帮忙治疗吧。我看着就是扭伤加破皮，包扎一下就好了。妮可，要不你……啊，不行不行，我晕血。他这是误会什么了？行吧，看来只能我出手了。哎，怎么还是这么痛啊？那我再帮你检查检查，是不是脚踝也伤了？我看一眼啊。嗯，还真是，还好，应该没有伤到骨头。完了，还有面包。你没事吧？刚好还有面包。看一眼啊，这是应该是饿了，出去不知道干嘛。给个糖吃。
他应该这个表情应该是肚子疼，肚子疼。嗯，你难道是？对不起啊，我理解错了，你可能是饿了吧。还疼得厉害吗？是我看的。还是我们送你回去吧。啊，谢谢你啊。不过不，我看的，我不住在学校，看的以为他是肚疼啊。我租了房子。要不还是我扶着你吧，你这挪到家天都黑了。这不太好吧？我和妮可一起扶着你，不会有人说什么的。嗯，那好吧，谢谢。小心，慢点。林雅，你到了。谢谢你们，我就住在这儿，我的腿也没那么痛了。你们早点休息啊，拜拜。拜拜拜拜。我和林雅就住对门，是不是太巧了？等等，因为学校男生宿舍没盖好，所以让你住这个。你一个人，你盖什么宿舍呀？就我一个男生给我租了这里。可是林雅，你为什么不住宿舍呢？我不喜欢跟别人住在一起。林凡，温冉，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啊？我是班干部啊，老师让我给你新发的课本。倒是林雅同学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。随口忽悠一下。今天没课，刚好又认识了个新同学，就邀请他们来我这玩玩。对对对，刚好我租的房子就在林凡对面，过来也挺方便的。你好，我是妮可，探险社的社长。探险社？我们学校有这个社团吗？今天开始就有了。林凡，你这里这么大。就作为我们的社团活动室好不好？而且你们不是也常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吗？可这玫瑰本来就是我的吧。林凡，你可是社员啊。哎，好吧好吧，反正也是空着。太好了，那我宣布，这里的所有人都是我们探险社的成员啦。不行哎，我有社团了。我也有啊。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们社团很宽松，不会影响你们的。而且社团人多才好玩呢。好吧，那这样的话我要加入，不过现在还有事，我先走了啊。那我也先回去好好计划一下。哎，温然把钱包忘了。林凡，我的课本送到了，那我走了。哈哈，藏起来看着咋办？这钱包肯定是故意留着这的，好吧？啊，我看我走吧走吧，我也累了。钱包这不能忘，这肯定不能选，藏起来也不行啊，我还想打开看看呢。那我看一下，你们都说选三，三可能有可能打开。哎，怎么了？我钱包好像忘在这儿了。嗯，我没看见啊。你该不会是故意藏起来了吧？那你那是故意忘在这儿的吗？那你觉得我是故意忘在这儿的吗？那你是吗？你觉得我为什么会故意忘在这儿呢？那
我又为什么会故意藏起来呢？讨厌，你是谜语人吗？不，我是解谜人。给，下次可别再忘了。你真的不希望有下次了吗？希望下次的谜语可以更带劲儿。走啦。啊，华子，林凡，你上的是个女校？靠，真羡慕，早知道哥当年也努努力考过大学，那不一样，学生纯情，你懂吗？装，呵呵。好多了，今天真是谢谢你了。这么一说，好像是你的错，你要补偿我。我知道啊，所以我成全你嘛。秘密。什么秘密啊？你好老啊。收到，没问题。明天我应该没事儿。这个群名是啥意思？你喜欢这种啊？玩这种啊？后路坐中间，专心学习。不留后路坐中间，不留后路坐中间，要给个面包出去是吧？要给个面包出去啊！坐中间，我能坐这里吗？拼什么啊，林凡？那现在呢？好的，凡凡。这个林雅这个心思就是上不去，我跟你说。好好学习，好好学习。怎么又做梦了？语文课跟数学课，你选哪个？又做梦了，那一上课就睡觉。睡得太久了吧？我有一种感觉，你刚才一定是梦到了一些不健康的东西，还是跟老师有关系的。什么不健康的东西能跟老师有关啊？不会是 CNCM 吧？不是不是。Nico， 你怎么在这里啊？等你啊。CNCM 太懂了。今天开座谈会议吗？
哦，对对对。走吧，走。这是今天的计划表。今天谈心的主题叫你猜教学楼的美影，简称你妹。早就学生给校长办公室反映过，但一直没得到反馈。我们的目标就是抓到你妹。抓到你妹，这里呢是你妹的资料和我们的计划安排表。最近有个传言，废弃的阶梯教室里半夜总会有鬼鬼祟祟的人影出没。据目击者称，发现你妹的区一共有三个阶梯教室、储物间和通往校长办公室的走廊。我分析啊，这个你妹应该是去阶梯教室找东西，然后经过了储物间，最后莫名其妙的消失在走廊里了。所以我们要分成三组完成任务。这组人探索阶梯教室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你妹的秘密，说不定会有危险。这组人需要找些东西挡在你妹逃跑的路上，妨碍她。储物间里也许有不干净的东西呢。这组人需要蹲守在走廊尽头，阻止你妹下楼，你妹随时都可能出现。最后注意，你妹一定会往校外逃。我胆子小，我可不敢拦你妹，我选阶梯教室吧。我力气小，我最后肯定拦不住你妹，我选储物间。那我就蹲守走廊了。林凤，你要和谁组队？这是你妹的必经之路，我们要从这儿翻过去，应该需要一把椅子。好像都打结了，只有最上面那个能拿下来。温然，你来搬椅子，我再找找有没有其他东西。好吧，我扶你一下。搬的时候注意点。太重了，我根本就搬不动它。哎，小心，小心。这是在阶梯教室发现的，难道这就是梅印在招训的东西？我怎么感觉这个发型他有点眼熟呢。好了，各就各位吧，魅影随时都可能会出现。你们都跟紧我，小心。快来，你妹在这儿。啊，人呢？要往前吗？难道在阶梯教室？没有人，看来不是这条路。林凡来了，难道不许动？不许动！你们干什么呀？你不许动！终于抓到你了，让我看看。就是他。你干
啊你啊！校长，是不是你主使的？我。所以，校长您就是你妹吗？我？你妹？你们干了好事，这件事你们谁也不许说出去。哼！这不要了。校长，三眼校的生法纪也没有那么快生效的，我看你还是先戴戴假发吧。啊，好，那辛苦文雅老师了。站好。嘿，你还看？校长，三眼校的是校长，三眼。这个不能玩吗？只要从这儿翻过去，应该需要一把。温然，我搬椅子，你再找找有没有其他东西。好，这椅子还挺……对不起，都怪我力气太小了，没有拉住你。不是让你找东西吗？你怎么跟着我？那你不在，我害怕吗？好吧，只是你再不起来的话，我就要起来了。那你倒是起来啊！我起来，你就起不来了。走吧，我们去找他俩。这是在阶梯教室，这里被人动过，看来我是走对了。你们在那边，这不怕你追不上，下楼绕一下。我看看你妹到底是谁。就是他，校长，你干什么呀你们？啊！我，这个高了，这回。这是可以加两个，对吧？加三个，这是啥？这个有个什么场景吗？
但是应该是没过，对吧？看哪个星多呗，就走哪个呗。没啥问题感觉。没事，没事就好，谢了。哇，厉害啊！应援社开始不错，还能这样啊？花大，你小心！跟你摔得了，嘿，我不服！刚刚你踹我是吧？对不起啊，好痛啊，实在对不起，没接住。古迹的墙壁，名不虚传。You see？ 哦，妮可，要不你去找找医生？他是在高兴给我们制造了独处机会？只是扭伤加破皮。消消毒，包扎一下就好了。哎，算了，要不我试试。给，你应该是饿了吧？先吃颗糖吧。谢谢。这个灵什么的，天天跑出去，然后又饿了。不然在外面干嘛？还疼得厉害吗？要不让妮可搀着你走吧，你这挪到家天都黑了。这会不会太麻烦了？不麻烦的。那谢谢。妮可这表情，要整什么事情？小心！啊，这也行？是吧 ？What the fuck？都怪我，我还是力气小，还是让林凡一起帮忙吧。好吧。以退为进，这也是厉害啊！小心，慢点。林啊，你到了。哦，他是我邻居啊。这有什么不能说吗？这个，哎呀，这个确实没有什么不能说的。我也是刚刚才知道，我租的房子就在林凡对面。这么巧的吗？你好，我是妮可，探险社的是。怎么了？我钱包在你家了。哦，我说你怎么还回来一趟？怎么，你不欢迎我？怎么可能？欢迎欢迎，就是有点失望。嗯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嗯，没什么意思。没什么意思，真没什么意思。那你觉得我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觉得你有。走了，这也行，我咋遇不到呢？可以下一张了呗，我觉得。还要不要做啊？直接退出吗？还是怎么地的？温冉同学，你不介意跟学霸当同桌吧？不要有压力哦。
它会影响后面的东西吗？不会吧，不要影响我后面东西啊，影响我后面东西我要死了。我看前面那个东西都变灰了，那变灰了，几个女主角啊，一共三个而已吗？算了，先看看吧。有人吗？嗯，这花看着不是挺新的吗？怎么就扔了？六个吧，现在才看到两个。这个背影跟我好像啊，嗯，海洋生物，这难不成是个兽医？口罩打开呀，他不是缺口罩吗？这个也拿掉。好，临时法则，免费的羊毛不能不好。这些了吗？嗯，稍等啊，先过来量下身高体重吧。嗯，行了，过来，测下血压。哎呀，哎呦，好大！老师，你看我干嘛呀？毕竟，只是觉得你长得很像以前我认识一个朋友。以前？你是血压怎么样？哦，一直挺标准的。嗯，是吗？今天很高哎，你捞一下衣服。哦，不用这么。心跳也很快。今天发生什么事吗？那我说了，您可别生气啊。你说实话，为什么要生气啊？我心跳快，血压高，全是因为欧阳老师你太漂亮了。是吗？你觉得我漂亮啊？简直是长在我心坎上了。亲爱的小男生，都像你那么会说话的吗？我可是老师。啊，对不起啊。没有啦，逗你的。你说我漂亮，我也很高兴。你长得也挺好看。好了，那你接下来可以去抽血和检查视力了。啊，我叫欧阳韵，你以后可以直接叫我名字，也可以叫我欧阳老师。
有什么不舒服都尽管来找我。好的，欧阳老师。下一个，下一个。林凡，你现在忙吗？倒没什么重要的事。那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小忙啊？当然。太好了，我不是参加烘焙社了吗？社长让我把活动室打扫干净，我怕我一个人做不完。那，走吧。好。一个烘焙教室能有多乱？这么乱，就你一个人收拾啊？我感觉社长不太喜欢我，不过我都习惯了，不喜欢就不选呗，大不了我退社。应该是社长嫉妒你长得好看。真的吗？你也觉得我好看吗？嗯，在我见过的人里可以排第二。第二？ What the fuck？ 那第一是谁啊？林雅 ，Nico。是镜子。林凡，有点不要脸哦。好了好了。不开玩笑了，那我们赶紧开始收拾吧。哎，要不我们来比赛吧，一人收拾一半，先收拾完的人要帮另一个人收拾，不过可以问对方一个真心话，要诚实的回答。那我想想啊，哎，耍诈啊！你给赢了，我真的太不服气了。你故意的吧？说好的，赢家帮输家一起收拾哦。我那你要先兑现承诺。那好吧，不过你不可以问一些色色的问题。你之前可没限制问题范围啊。那你看着来吧。问问题之前要先看看面相，那就可以先看。在我问你问题之前。我需要先看看你的面相。你还会看这个？略知一二。好吧，那你看。好了。怎么样，我的面相好吗？很健康。你根本不会看吧？正经男生谁会看这个？那你干嘛要看我的面相啊？我只是想要一个正经的理由，去近距离欣赏你的美而已。林凡同学，你究竟伤过多少女孩的心啊？提问的人应该是我，温染同学，你为多少个男孩动过心呢？答案是零个，不过有可能很快就会变成一。好啦，你赶快帮我收拾吧。我只能说还没有到我喜欢的，好吧。为了感谢你，看看吧，这顿我请，你随便穿。再看看吧。换成冰的吧。好的。有点多了吧？怎么，你不信啊？服务员，再来一打，一人一打。就这么干喝，会不会有点无聊啊？要不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吧。什么游戏啊？一人干一瓶，赢的人可以向输的人提一个要求。任何要求都可以啊。怕了？有点。哎，你卑鄙！你输了，算你厉害。说吧，你有什么要求？我想要你的酒。这么简单的要求吗？因为我是知道你是故意输给我的嘛，而且我也想尝尝你的酒。那
要继续吗？继续呗，谁怕谁啊。林凡，你是不是想灌醉我？灌醉你干嘛？我怎么知道啊，我已经被灌醉了，你想干嘛我都不知道。那你有几分醉？哦，我没醉啊，我是感觉有点晕晕的。喂，你还好吧？还有点热，浑身都热。服务员，买单。说好的，你帮我，我请客，我买单，买单。哎，我请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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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。林凡，嗯，你撞我干嘛？你不会是想占我便宜吧？是你在撞我吧？我在撞你，那还不是你占便宜啊？你晃来晃去的，我要是不挡着你，你不就摔倒了吗？那你就不会不让我晃来晃去吗？那我……喂，你干嘛？还是你不会占我便宜、我正人君子从不占人便宜。怎么走到我宿舍外了？林凡，我不走了，走不动了。醒醒酒哈，醒醒酒。要不然去我宿舍坐坐，休息一下，醒醒酒。我的猫会跳科目三。你什么时候养猫了？你不是醉了吗？那好吧。谁这么讨厌啊？这个时候来电话，完了，看微染这个脸色。估计不是什么好事，不会是要走吧？好吧，我有点事儿，得先走了。什么事儿啊？你别呀，录完猫再走啊，我家猫还等着呢。我下次再来看，好不好？嘿嘿，真走了啊。哎，这是林雅吗？
你谁啊？偷偷摸摸的干嘛呢？你有事吗？没事，我没事，你敲什么门啊？你没事吧？这我没事。你这个人怎么回事？平时挺小心的，怎么今天这么莽撞啊？关门的时候可是要小心点的。那还不是因为刚刚看到你。啊？你看到我什么？你不想说就算了，走吧。不行，今天必须说清楚，你怎么了？那你先告诉我，你刚刚干嘛去了？今天温冉找我帮忙去打扫社团办公室，然后请我吃了个火锅当谢礼。哦，那你们是吃饭还是喝酒啊？我本来不想喝的，他坚持要喝，我就喝了点儿。那好吧，我知道了，你早点回去洗澡休息啊，晚安。晚安。不是我问题呢？不是问个问题了吗？我问题呢？刚洗完呢，但是还是晕，还有点冷，我去睡了，晚安。这个段位太高了。林凡，这道数学题我不会，你能帮我看一下吗？林凡，视频英语我也不会，你能不能帮我翻一下？这题简单，直接用公式就行，懂了吗？没有，能不能再讲一遍啊？这两个公式一起用，再算数，懂了吗？我还是不懂。温冉同学，你多看看题，不是看我。可是，你不也是一道题吗？能不能告诉我，你这道题怎么解啊？我这道题很简单，还是温冉同学给点提示吧。是吗？那这个给你，一定要记得好好学习。这你不好好学习，你想影响我学习是吗？唉，他们的脚一会儿打架了怎么办？我操！走你！林凡，迎新晚会你准备报什么节目啊？不行，作为华大唯一一个男生，你必须表演一个节目，否则扣十个学分。
谁啊这么早？谁啊？我林雅。干嘛呀？去晨跑。为什么要晨跑啊？练唱跳 rap 是很需要肺活量的。我总觉得是不是还少了点什么？哦，你说的是这个吗？第二张。What the fuck， 怎么进来的？你怎么进来的？你忘了你在我这儿放了备用钥匙啦？快起来，快点！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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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受伤了吗？不行了，累得我都不行了，爬都爬不起来了。哎，这样吧。你接着跑，跑到那个路灯那，你要是能追上我的话，我就给你奖励。什么奖励啊？你想要什么奖励啊？我赢了的话，你亲我一下。哼！哎，我错了。那现在就开始喽！哎，你赖皮！奖励。奖励，就这？不然嘞？喂！今天先看看你的唱跳功底，来，你先唱首歌我听听。可是雪飘进双眼，看不见你桥牌的谎言。怎么样？那我再来一个。好好好。死了都要。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绕场啊。都要。停停停。要不然就算了吧，咱没必要为了唱歌把命给搭进去。行吧。这样吧。唱歌不行的话，我们可以跳舞。你先摆几个帅气的舞蹈动作，我看看。这什么呀？啊，你不知道吗？对你爱不完。就会这个呀？不是这个这么不堪入目吗？这不行啊，要不然我教你几个动作吧，你跟着我学哈。你看好了啊，先这样，然后踢腿一个飞吻，然后心跳，心跳之后送一朵花，会了吗？哦，我试试看啊，来。哎，停停停，你这个核心不稳啊，这样的话你的身体会乱动的。核心？核心是哪儿啊？就是腰腹，腰腹手里。腰腹，腰腹又是哪儿啊？腰腹你都不知道啊？这儿，哎，这儿。哎呦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近距离看你，真美。哎呀，你别说这些有的没的，话真多。你赶紧跳几下给我看看。那我再来哈。嗯。胸动，哎，动动，然后送花，怎么样？这次感觉应该对了吧？哎，唱跳都不行，没关系，咱们还有 rap 呢。哎，对啊，这个我拿手。啊。Yo yo， chicken now， 老子明天不上班，少饭。你去哪儿啊？哎呀，短
时间内拯救你这不协调的四肢和音乐细胞，怕是不可能了。这 MK 的处理上飞机，谢谢谢谢。嗯，把你打扮的好看点，还能加点同情分。去，找身最帅的衣服穿给我们看。啊？那衣服我轻易不敢穿，怕你们碍手。是吗？快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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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去！快去！噔噔噔噔，嗯，这一身怎么样？嗯，有点土，丑，我看是又土又丑。走。哎哎哎，去哪儿啊？肯定是没救了，只能找个人陪你了。林凡，看我这身装扮怎么样？林凡，你看看我的。欧阳老师呢？林凡，看看我这套吧。还是妮可陪我演出吧。没错，听我的。下一个登场表演的是林凡同学。同学，到你上场了，加油哦。对不起啊，丢人了。哎呀，我第一次登台演。还是温染陪我演出吧。我就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。下一个登场表演的是林凡同学。同学，到你上场了，加油哦。对不起啊，丢人了。不是，哎呀，我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时候紧张的演到一半我就跑了。还是林雅陪我演出吧。舞台上就要穿成这样啊。下一个登场表演的是林凡同学。同学，到你上场了，加油哦。对不起啊，丢人了。哎呀，我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时候紧张的演到一半我就跑了。登台演出？是上中学的时候学校的演出，所以啊，你今天能坚持演完，同学加油啊！那有什么奖励吗？想得美！你刚才是不是？哎呀，才没有呢！Thank you.
传言练的真实身份就是一个女校的大一学生，不会就在你学校吧？从小到大，真的不开玩笑，如果哪天你发现什么蛛丝马迹，记得一定告诉我。为了令，上刀山下火海我都乐意。林凡，林凡，我电脑出了点问题，着急用，那我等你哦。是我。进来吧。怎么，你是第一次进女生宿舍啊？那倒不是，但是第一次进只有一个女生的女生宿舍。你室友呢？嗯，都跟男朋友出去玩了。周末的话，怎么可能有女生还待在宿舍？电脑在哪儿啊？呢？这不是没什么问题吗？好奇怪，可是刚刚我怎么点都没有反应的。那我试试。嗯，这不没什么问题吗？好吧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这几个文件夹让我有一种强烈的想点进去的冲动啊。不是，你怎么就突然开起来了？品味不错嘛，但我还是想看看这个。你不能点这个。我想看看这个，你让我看看吧。你不能点这个。还给我，还给我。林凡。你先放下手，我去开门。不要！你臭流氓！白小妍学姐，刚才也都解释过了，我是来帮温染同学修电脑的，在宿管阿姨那里也登记过了，你怎么还咄咄逼人呢？修电脑是那样的修法吗？你跟他是什么关系？这就不关你的事了吧？这关学生会的事。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，要么我通报到校长办公室，要么你给学生会义务劳动。我林凡从不接受威胁。这玩的有点无聊了，咱能换个不？玩的我身体有点不舒服了。